我是阿生，我们今天特意过来打握这个百米悬崖下的这个水坑哈，这个水坑也两三个月没来敲过了，我们今天就带着我们自己抓的鱼啊来去打握一下，过三四天过来盘了啊，来切一下，我们打握吧，这么小的鱼就不用了啊。过了几天，好了，我们来到这个百米悬崖下这个水坑了，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吧，开盘了。哇，真的好多，又是红骨啊，红骨窝爆了，喂，看我这是什么，哇，还有刺啊，快点扔进去，这里有个螺，阿波有漏了，阿波，我这里还有个，还有漏了，漂亮，来这里，哇，黑钓，哇，这个坑很久没抄了，哇，八公，来进去，这里还有只八公。哇！哎，哇，黑雕，你看，这都是土啊！哦，满地钻土了。来抓头，抓头！哇，你猜，你会看得见清楚这是什么吗？你看它嘴巴，哎，进去！哎，土龟，好，阿土哥。哇！哇，红骨。这是什么？黑雕哈。哎，看珍珠斑。这里有不？哇，洗一下。八公，这里还有只。哇，珍珠斑，这个是珍珠斑两斤哈。哎，哇哈，哎，珍珠斑，珍珠斑。来进去，哎，这里又是什么？错过来了，这，哇，什么？鲈鱼啊！哇，红骨窝，一锅断了啊！哎，这，哇，桂鱼啊，油桂三四斤，漂亮。哎，这里，哇。哇，真的是红骨窝，又是小红骨啊！哎，这是什么大鱼啊？哇，好深！看那好深！这里一只青抓，哦，跑到这里来，他跑过来，他就死定了！哇，什么？红骨，哇，卡到里面，转出来，哇，什么？哇，又是鲑鱼，漂亮，也有三四斤。哎呀，这里一只，我青蟹，哎呦，阿伯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只青蟹，青蟹吗？非咬我，有一个棍子。给它咬住，不然完蛋了。咬！哇、哦，小时候给这个咬怕了，快上来了！哇、哦，抓住！哇、哦，哦，不要咬我！这个有没有六七两？哇、哦，很硬，漂亮！来，进去。你那边摸好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了，回去。我这里也没了，快点。海水涨潮了，好，一二三，喂，好，
那我们今天回来了，今天鱼货不大多，我们也不拿去卖了，等一下一人拿一点回家吃，然后剩下一点明天去看一下那个孤寡老人哈，很久没去看他们了哈，明天带一点海鲜去看一下他们。我们现在鱼打包了两份哈，我们穿水沟的鱼哈，然后等一下去东西买一点，顺便带去看望那两个老人，明天来去买点东西了。你这个给，你要头一件嘛三件嘛嘛来，我跟老板说的跟，天哪，是吧？跟女人在哪里？哇，这女呀，女呀，哈！哎，太厉害！来，你这给哈。在这，老板，老板，看你没得用。他提成可以。来来来，你要走吗？啊，我还叫，我爱我还叫，我听我着，我可以唱。三包，哎，你我得吧？那啥人呢？那几张是谁？那些人，那我结婚的都。啊，对，再，我带一个女，好。他那鬼公家没饭，没有没老事情。来，我带了一个女的，女人，你们买那点哈，买了哈。买了我呀，那买我挺便宜。来，你们买点哈，那我先去看那个阿东，阿东妈干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说了多少钱？我点十几个。买来，你慢慢点哈。好，我等哥。哈。买。我阿雷呀，我有你了，喊你的，喊我了，啊，没几年了都，我在那这里，你喊你的没给我，还给呀，还给呀，我你那阿里，那阿里，我这女的呢阿里，好，爸爸叫了给你了。好嘞哈，兄弟们哈，啊哈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哎呀，去年质量的不打电话，去年质量八六六二幺六，实际只要六块六，还给。啊，这女的哈，这爸爸招了哈。我看你他那个，等到这里你看你他要么你看你。心情好，就欢乐逍遥。我来看你他哈，我等着哈。你好，你好，妈。我们两位老人已经看完了，我们现在赶紧回家吧。喜欢阿生赶海的，加个关注、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